圣人方濟的影响力无远弗届。香港一群有心人根据圣人方濟的生平制作了一齣大型原创音乐劇。如果一个人一个忙， 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忙，但如果这个忙是由千千万万的人 都同意、啊、都分享，那么不是抽象的忙已经变成事实。你想不想看看这一齣音乐劇怎样由梦想变成事实呢？请留意这个星期的爱常传。